Draw ABC.今天夜市深夜，你没听过吗？可是我现在想要小便。上次讲来月经，现在讲小便，不要骗我啊！我不是 gay。啊！救命啊！我快要没有力了。不要反抗了，你是我的。上课狗训什么叫？孩子讲不要不要不要什么？免迟到免迟到！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在做梦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的？现在，还狗去打架打梦叫你叶问啊？你以为你老师给你讲话你看哪里？罚站！全部拿课本出来翻开第98页。奇怪，为什么跟我梦里面的一模一样的？到底我昨天有没有被强奸？哦，不是，是阿慈。不要动啊！冷静啊，我冷静啊。小编，没有给你教训看你是不懂哦。咦，真的一模一样啊！小编滚一点啊！你们不要打啊！没人叫我，我请你们吃饺了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他夺走我的初吻。OK， 不要这样啦 ，OK。啊！我老。怎么办？我的手刚刚残了啦！阿慈一定以为我是色狼，一定会讨厌我的。算了啦，人家本来都有男朋友的嘛。诶，不对，阿慈有危险。哎 ，Charlie， 哎，不是吧？难道我来迟一步了？还是阿慈已经答应要跟他？哎呦，我会不会打扰到他们？那个玻璃匠黑都看不到，现在警察不是在抓黑玻璃咩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 Vote for next move. A. Rescue Archie. B. Leave them alone. C. Just shuffle.